那个更贵，那个更贵，那个白街更贵，好不对。你开了吗？谢谢老铁送的荧光棒，老铁，谢谢老铁送的礼物，多少钱？27，那你们去了28一天，然后一号回来，嗯，一号几点回来？对，上午，下午就可以训练了呗，晚上，下午回来睡一下，下午肯定要训练啊！我操，那个什么车牌啊？什么 K 叉啊？我操，你啥玩意儿？警车吗？嗯，哪个？那个 KX 呗，公务车666。怕不怕为难我猜？向右前方行驶，然后马上掉头。别唱了行吗，飘零？谢谢。好难受啊。然后马上向左后方行驶，向左后方行驶，进入太平园东三街，前方300米进入嘉悦路隧道。也迟到一点，每天睡觉起来那还没好啊。啊，好久没见我了，我不每天都直播吗？谢谢小明。我们以前一个同学长他那个还拿去做手术，为啥？因为太肿了呀，把眼睛都给眼皮子都给打不开了。这么夸张的吗？早点，为啥不早点治啊？直接开刀。那个本来你不用手去摸，然后用那个修复就能修复。自己那种。商场那个卖衣服那直接上去可近了，南哥他妈天天走偷渡。我把这个水壶给你。喂，哎呦，哪三个人？督导啊，督导不是打了个车吗？你拉住吧。Hello， 来的好像是督导的车，是吧？督导啊，他我操，他们三个带过来噻，阿哥，他们三个啊，他的车嘛，我们喊他跑车去了噻。哎呦，走这里进去。他一个人开车过来了吗？我靠，这个简直是好冷啊，表哥！滚球，快过去！几点？又来这么早，我靠！那走前面吧。小雨的发型。我还以为他再三个人过来的，你妈自己跑了干啥？他说他那车30多万，
电动的对吗？没看到。啊。电动的。是吗？电动的是吧？是吗？三十多吗？不能要。看不出来啊，他妈天天跑滴滴跑那么多钱。人家里面就有钱。你也有钱。我们家房子妈四环。没事，也有房。有房又有。我五环。我那还不知道啥房呢，我说。我们那都没还。没房。我还五环了，比四环多一环。妈的，我还比五环还多呀！啊！哎，别拉着我！手冷，冷他妈揣兜里。我们那个督导，拿啥在拉拉？你干啥？还点强行开门。进去先挡一下风啊，这里应该能拉。哦，也拉不了。是不是通宵的啊？上下班的啊？上班班的。有可能。我最讨厌上晚班了。你干过没？就是干通宵的那种。干过啊？干啥工作啊？啥？啥工作啊？通宵。嗯。就是原来的工作啊，加班有时候加班就要加通宵，只是很少。干过啊？咱们干过啊。顶得多啊？就电脑面前敲数据就要敲一个通宵。我说你，这个，然后又那个。上车！这车真稳。那没人，突然自己发动了。社会我比较的，人很快乐。哎，今天咋没小孩子在这里搞啊？今天咱们小孩子在这里溜冰啊。我在成都啊。我说你把枕头拿过来干嘛？他也不说话。
我只想说梦游过一次，没去敲门。玉林，看到没？对面那个玉林串串香。啊？你刚还在想你咋找的呢？哎呀！爱的你的袜子咋这么长啊？啊，你袜子咋这么长？那有啥办法？有点新鲜的袜子，要么就是短的，就那一个。出去那就叫月光。哇，这个是月月你干嘛画质不好吗？我不是开的超清吗？这也不全气啊。哇，这么舒服，连续四天走那边，哎呀，这边，这个屋子都受不了。因为这边是垃圾是吗？对原来你们是不喜欢动态课，是我喜欢这个瑜伽。我也喜欢，这老师我也喜欢。只要在这个教室里，老师我都喜欢。各位。还得脱鞋是吗？是得脱鞋是吧？是不是要脱鞋子？来开会了。你先把手机给我吧。我还有个机会。搬过去了是吧？兄弟们。你先给我吧。还没开。OK， 我来。我这一下就没找到，昨天我也。
你说普通话好吗？别人听。哎，咱们回来了。啊，可以。没关系，再去去年那个，肯定是。你这跑，你这跑了半个小时啊？没有啊，最快是九十二分。想进声音图了吧？看见图啥？衣服打湿了。今天小号？啊，我忘了。今天一共几个人到了吗？还有三个人在鹿角湾到。哦。还要拿椅子吗？对。然后大家稍微坐的散开一点，坐标一点，稍微散开一点，其实没太挤。这边坐一下。你的健身裤是多大码的？还在扣脚，他在往里面。
说的穿一下，不大码吗？穿一下，超矮的，对对对，对，三厘米，不是吗？不是，还有两个针。然后他挑的时候有个缝呀，你用了一根针是吧？然后是吧？你把，然后还没有准备好的快一点，拿一把椅子两块砖。那我问你，把椅子两块砖。对，听话。可以听。好，这节课是瑜伽椅课程。现在每个人拿两块砖放到你的椅子前面，然后站着头部向后，坐在椅子上，调息开始。调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调息，调呼吸。那这种课上的就比较有意义。对。那种刚才刚吃很多反应。那种是一个那个花里胡哨的，完全没。对。有点不错。操心没比我操的好。那你来吧。好的。你应该是输了，是吧？来。好，现在所有人把你的砖放到你的椅子的前侧，然后确保你的双膝和你的双腿很放松的踩在你两块砖上。我的身上都是你。关键是。好，所有人把臀部坐下去的时候，把背离开。臀部往前，臀部往前，再往前，坐到你的椅子的最前端。把你的砖再往前调整一下。好，将你的双手从你的腿两侧向下拉住你的椅子，然后手指指尖拉住家椅，把双肩向上，用你整个头顶的地方去往上寻找平衡感，让你保持放松。好，现在所有人闭上眼睛，在这里去调整你的呼吸。臀部坐在你椅子的最前端，把你的双膝尽量打开，对向你的脚趾指尖。调息的时候保持深吸呢。保持不动，头部向下的吸。
点点向前向外扩张。好，呼气的时候双手伸直，把你的手去向下拉到你的椅子的最下端，顺着向下把它放下来，然后将你的手臂拉住，背向后弯曲，然后手臂再往下，手一直顺着这根椅子往下延伸，然后把你的腹部胸腔往回收，眼睛看着你的肚脐，眼睛看肚脐，低头再低，把你的背部要弯曲，脊柱要弯曲，对，好，再一次吸，抬头挺胸，双手向后拉住你的椅子，手肘弯曲，再一次把你的肩胛骨往中间去夹紧，挺胸向前，去把你的整个身体前侧用力的往前去推，肘关节弯曲之后，把你的手肘往中间靠拢。三、二、一，最后一次，低头，将你的手臂顺着你的椅子向下拉，然后拉的时候把你的背要向后推，后背，眼睛看向你的肚脐，含胸收腹。好，吸气，将你的身体还原，坐正回来。现在把你的砖放到垫子旁边，双脚落地，将你的左腿屈膝搭在你的右膝的上方，双手侧平举。现在所有人先往你的左侧做旋转，手臂搭下来放到你的膝盖和你的领子上，一个手落下来放到膝盖上，膝盖，膝盖。好，吸气的时候让你的头顶上方去慢慢的向上做一次延伸，呼气时让你的后侧的手臂推椅子，把身体往你的左侧再旋转，身体往左侧再旋转，然后转的时候你的臀部和你的左膝盖不要动，右侧的膝盖落下来之后你的脚还是向前，你的膝盖仍然是对着你的脚尖的方向，只有你的上半身再去旋转，你的臀部到脚尖的位置永远是固定的。再来最后一次吸，再一次往上去挺胸，呼气的时候把你的眼睛看向你的肘关节的延长线。三、二、一，将你的双手解开，然后身体还原，双手放到你的身体两侧。现在将你的身体往前往下落，把你重心放到你的前侧脚。好，再呼气，双手拿起两块砖，把你的砖先让它竖直放。好，所有人看我，看我侧面，手推砖的时候，用你的手指指尖，让你的背从弯到直。你的手掌掌根落下来的时候，你的背是弯的，所以你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先慢慢打开，先保持你的背先一直。好的，非常好，呼气，慢慢让你的身体前侧再放松，最后一次留下来，让你的砖的高度降低一点。好，下去。放到你的高度，你可以放到你的横置放，像我一样。第二高度，稍微竖起来，在哪？
转你的整个肩头，往右旋转，右边再转，眼睛往后看，注意你的左侧膝盖要保持向前。好，再来最后一次，吸，挺胸，呼气，再转向后。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然后慢慢让你的双手向前，还原到你的肩膀两侧。呼气的时候，慢慢向前，先屈髋，不要着急驼背。将你的手臂落下来，先找到砖。拿砖的时候，先放到最高点，竖着放，然后挺胸，把你的整个头顶带着你的背往上去做延伸。先让你的背部拉长，再拉，拉到最长。好的，呼气，将你的砖先降低一点点。好，停住。如果你这个动作已经很吃力了，就保持你的手落到你的砖上，然后尽量让你的背部前侧先拉长。最后三个呼吸，让你的整个手掌、手臂依次向下。直到你的手掌掌根完全的贴在你的砖上，然后停在这里三个呼吸，把你的手掌的掌根落下去，掌根搭在了你的搭在你的砖上。好的，三、二、一，起身，慢慢的解开双脚，均匀还原，然后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将臀部向后，将你的臀部坐到椅子的最后端，然后双脚脚跟抬高，已经放到我们的椅子上，脚掌落地。怎么了？我是啥？我膝盖的这个。膝盖打开。好的，让你双手从你的身体前侧去展开。将你的整个背部后侧要靠在你的椅子的后侧，双手指尖从你的头顶的位置去向后，慢慢的把你胸腔去背动打开，然后手指指尖从头部的后侧去向后向下做延伸。去想象是让你的身体是挂在这个头上的。把你的身体背部后侧挂在上面，好，双手指尖再往远伸，真疼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双手打开，身体还原，好，坐人起身。好了，现在所有人面向你的椅子，双手搭在你的椅子上，双脚往后撤一大步。看一下镜子，你的身体落下来之后，头和脚跟的位置是一条斜线。好，然后将你的脚跟踩实，臀部向后。臀部再往后。脚跟开始，臀部向后推，哪儿疼？腿疼。好，对了对了，把你的大腿后侧要尽量的伸直。如果你推出去之后，你的臀部在你的脚跟前侧，那就把你的脚往前移动一下，直到你的双腿是垂直地面。停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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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住。好，呼吸的时候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呼气。把肩膀远离你的手腕，双肩远离手腕，把你的背要往后拉。好，现在眼睛看着肚脐，看着肚脐，吸气，把臀部抬高，脚跟往上立，立脚跟。
然后向上的时候把你的脊柱一节一节弯曲，向前弯曲你的背，然后眼睛低着肚脐，直到你的大腿根部贴在你的椅子上的时候，再把你的胸腔去打开。哎，腿伸直。从第一个动作开始的时候，你的脚就没有离开过垫子，只有你的臀部和背部在做伸展。手放下去的时候，手肘微曲一点，把肩放松。你都快把头都缩到你的肩膀里，把肩膀沉下去，你的手肘稍微曲一点点。好的，头部向后，脚跟踩实，还原，收回去。双手食指张开，把你的手要尽量推椅子，让你的肩远离自己的手腕，把你的肩膀远离自己的手腕，继续往后推。双脚脚尖冲前，脚尖要向前，脚尖向前。你现在是侧的，向前，正前方。对，臀部再往后，把你的头手拉住，然后往前再拉。好，臀部摇动。好，慢慢的踢踢脚跟，眼睛看着肚脐，往前拱背，再拱，推，继续推。好的，推到最前方的时候，你的大腿根部的位置去找你的椅子最前端，非常好。慢慢的去挺胸抬头，让你的双肩沉下去。缩人推开的时候，你的腰椎是放松的，把你的头再往上拉起来一点，颈部前侧拉长，三二一，好的，直接向后，又来每一次应该越来越放松才可以，而不是说每一次做的时候还是跟刚才一样，还是很疼的样子，说明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没有拉伸到，要对自己狠一点。我现在已经不疼了。对，好的，非常好。把臀部再往后推，臀部继续往后，五，不要动，停住，不要动，四。三二一，好的，双膝跪地，臀部向后坐，婴儿式放松。我就喜欢婴儿式，我也喜欢婴儿式。头顶去往下落，然后保持你的颈部头部是自然的。
四。三。二。一，好的，慢慢的起身，双手落下来。好，放松一下。现在我们坐在垫子上，所有人统一把你的椅子放到你的垫子的左侧，统一把椅子放到你的垫子的左边。好，现在将你的双脚打开。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双手推地，慢慢起身。记住，现在将你的脚，将你的下面的膝盖弯曲，坐下来。然后将你的上面的脚从你的椅子上穿出去。把脚从你的椅子中间再往后穿，穿到最远端，然后把你的左大腿前侧去转向地面，把它转过来，往下去旋转，把你的腿往下转。好，然后去试着弯曲你的膝盖，把你的膝盖弯曲，让你的脚踝搭在你的椅子最上端。好，然后双手撑地的时候，把你的左脚向前迈一步。Thank you.
天哪！要这也能说我慌？哎呦！手臂打开。直接往上拉。啊、哦！现在内侧好痛啊！二。一好的身法，婴儿式。来、哦。哦
腿长的把膝盖再往后推，膝盖往后着，然后脚踝搭在上面，前面的脚踩地之后，大小腿保持垂直。你可以双手拿砖，手臂拿一块砖或者两块砖，让你的身体先撑起来，把你的身体前侧先抬高。好，保持不动，呼吸的时候把臀部低一点，让你的右大腿前侧去保持和地板是平行的，平行的。身体再下去一点，抬头，挺胸，眼睛往前看，把你的背拉长一点，对，把你的背拉长，挺胸，把屁股再低，臀部再低，左脚再往前，左脚往前一点，后面的脚不动。五四，手指指尖撑住，不要用掌根撑，手指指尖轻轻地撑起来，不玩指尖，手指指尖。三二含住一，好，手拉脚。让你的手去试着拉一下你的脚，尝试一下。试着拉是吧？啊，拉拉拉拉拉不到。你试都没试，怎么拉不到？我试了，拉不到。那咱们拿到了几级啊？好，三秒。三秒用五秒。三。完了，要涨了。
少是可能170指吧。好，呼气的时候指尖往后着椅子的最后端，慢慢的去着，身体不要动，只是让你的手去往后做延伸，然后再一次吸气的时候主动去推胸腔，把你的气息带到胸口，让你的胸腔前侧一点点去打开。好，将你的双手向前拉回来，把你的手去找到椅子，让背部后侧肩胛骨的地方全搭在了椅子上，双手从你的椅子中间食指交扣向后穿出去，先把你的头放到你的椅子上，头放到你的椅子上面，把你的手臂穿出去，你的砖离的椅子太远了，扛不住了，安静一点，你的砖离的椅子太远了，滚了吗？不是，他你是对的。好，现在把你的手从你的头部后侧穿出去，尽量让手臂延伸，挺胸。
抓住脚踝，用你的膝盖，用你的手臂去推你的膝盖往外，慢慢的推，好，让你的头顶向下落，将你的手臂去推你的膝盖内侧，一点点向外打开，把你的身体前侧去往下落，靠向地面。好，双手向前，手臂延伸出去。
动你的小腿，倒向你的左侧，双手打开眼睛看右手。交换了一边，你能帮我把我的也弄过来一下吗？这个手机掉出来了。这个手机。他们不要就。先去穿吧。手，你的手机掉了，地上。你可以帮我把我的衣服拿来，然后收起吗？谢谢。彪哥的吗？对，彪哥在哪？几点了？提早就不打，还得去外面等。
给大家看上去。还播多久？嗯，那还多。那播多久？你跟路好奇怪吗？跟路怎么奇奇怪怪的呢？你带俺们回家了哥？带俺们回家，我们去拜你去了。又带谁去啊？啊，下个奶酪啊！啊？啊，还有五条。我找孙子吧。啊，都在都到桌了。他妈的，我记得我没放过那个。我搬过。别别别别！没搬过。我播多久了？有人知道吗？你播多久了？还有57分钟左右。还有8分钟，它就一个半小时。那差不多。你简直像极了。来了一个了。太帅了。啊，太帅。打到车没？你卖了咯，打死我，把你丢这儿。我想把你这扔下去摔死。我的车到了。赶紧。哎，你们，你上来。我下吧。这边。那我们就回去噻，你们办卡去办卡，我们。几号圈？做得到吗？好像打车的，他。你干啥？你为啥打到这边了？干嘛？那边啊！出去了吗？啊！你他妈智障吧你！不是，他在 HM 这儿。哎，你来，让他来这个一号口不就行了？他一路转要绕大学。他又在那路口上去了。应该是可以，是可以穿。他是不是又在那路口那里去了？你要干嘛？别人有钱吃个蛋糕咋的啦？哎，干啥？那边有个孙总过来了。哎呀！哇，我腿凹了吗？新哥开车意思吧？结束了。我播多久了？帮我看一下。
吧，味儿就等它差不多下了，下味儿。我问一下。拿到哪里啊？啊？拿到哪里啊？他买两个车吗？还是哪一个？那个是小偷。没有几十块的，他们买的，我不知道。看见龙吃了。快，我要回去洗澡。我要洗澡睡觉。过去要多久？你的还不是戏。还有人说你哎你这样是不是差不多我们两个哦应该是话。要跟他们讲话了。Hello! 秋叔来，秋叔他不去吗？秋叔，嗯，他不知道，他也要帮你。人都不在家录，越来越像小学生了，让我发现你。啊？你不跟我们一起？行吧，你们俩一起来。他跟我一个车呗，你上个走，先走嘛。好的。这个分不掉了。七分钟就到了，快！这个就相当于一张银行卡，是不是？啊？不是。但他不是说能存钱啊？对啊，就相当于银行卡也能用呗。啊？那就是跟银行卡差不多的，它只是有一个那个公积金的功能，是不是？去办银行卡。就回去吃饭。摸啥摸？不是你，漂亮，你不觉得每天早上起床太早了吗？早。你太吵了，本来还能眯个十几二十分钟，你直接开灯就给我干醒了，我靠！这纸都烂了一个洞了。要不然不是中午没睡觉会。
九点。九点。红楼几点起床？下播了，我用的苹果手机。12:30。提款机，你啥意思啊？我不得死这儿吗？不是你啥意思啊？你这来的真大啊！来个自动提款机。如何去中国建设银行吧？你干好吗？我觉得在这儿。他把我们带到一个 ATM 机里面了。是吧？真的是无语了。可不可以改啊？可以改，你自己就可以了。你在哪里有你就打个修改，打个修改码，在那个行程里头。给他带了一个，走错了，走错了。那我才晓得哪个是这个可以办的呢？你直接说有营业厅吗？不是营业厅，他要分行，他有那个小的，他办不了。有点大点的他才办得了这个业。就是，你我晕了。你去录到这个看看呀，录到这个。嗯。不知道。他昨天说那个公积金预约不行吗？啊？确定。他昨天说那个公积金预约不行吗？啊？啊？他不是昨天说办张卡，然后签个什么公积金也不行吗？你看那两个人说要约，对啊，位置啊，背后痒。你跟莎莎说一下，把他们改一下位置。啊？直播。哎，莎莎。莎莎。够了没？够了够了，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半小时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我已经下了。我发你微信上面了。
大哥，你们都是我大哥。拜拜。我靠！我怎么会打到虚幻境这儿来了？鬼知道你盯着啥。我以前考这儿的那个小学还没考上。下了哥，考这个小学？嗯，这后面一个小学。你真老啊！没考上。哎，这个不是。对呀、啊，就那儿。这哦，你真老啊！这个小学都考不上。我在农村，在成都读书，考这个小学没考上。多少分？到了，我下播了。啊？多少分？啊？几百？啊？几百？就两，考了两分。就语文数学吗？我下播了，拜拜，下播了。明天应该不播。